榴莲，这么小的榴莲，89铢一公斤。哎，这个是叫什么？你说？哦，这么小，这么小。哎呦，品种。这个买吃去吃什么肉啊？你看，这么小。但感觉它的肉黄黄的，感觉很好吃的那种感觉，皮确实厚。好的，我看到了。好的。哎，这里是65铢，哎，65铢一公斤吗？对。我早上来呗。这么小，不知道。我们的蛋黄粉。不知道它这个是。这有三种混血。哦，三种混血。我们蛋黄，还有冬干粉，我们的嘛。哎，冬干呢是陈妮的。陈妮。哦，陈妮。哎，那个不。我们那边我记得那个春妮是籽很大的哦。对对。也很厚。嗯。这个菜的。两碗馒头好像没有肉那种感觉。哦，有。坏了。哦，这个坏了，重新选一个。便宜。89铢一公斤，89铢一公斤。